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次咧就翻嚟玩呢一只嘅八日战争系嘛，叫做咁啊。呢一只 game 咧就应该会拍啦，同埋你会见到有个嘅狗头，因为我仲测试紧啊嗰只嘢系啦。但系可能我镜头太废嘅关系咧，你会见到咧佢个口咧唔系成日喐嘅。一系咧我就讲得慢啲，大声啲啊，系啦。一系就讲快啲由得佢啦。我之后再搞个相机系啦，摄录机。OK， 嚟啦。咁啊，上次我哋讲到即系直播玩嘅，上次讲到我哋已经打咗呢一个佢个妹啊，系啦，咁我哋而家已经占领咗大部分嘅领地啦，而家就可以攻打咧。嗱，我记得上次直播内容佢就讲咧，最好攻打就系左边同埋左边呢一、这个上边同埋左边，即系呢个西边同埋北边啊。咁佢就建议唔好打呢边嘅，即系呢度右手边，但系我偏要打右手边。好，我哋睇下先呢啲战力。战力几多啊？有冇写啊？战斗时间15，物理攻击减15，地形问题呢都有地形，咁你梗系打呢个紫色呢个利啦，防御啊，防御方、攻击方。OK，我哋先及一及我哋嘅呢个嘅战力先啦，系啦，咁啊已经可以升级啊，全部升啦，唔使问。好，咁啊应该新一日，哦系啦，有呢个梅吉就帮佢补充翻啲士兵先啦，全恢复啦。Mana，OK，啊梅吉都系魔法师，我得七血，佢系冇血定咩啊？我有唔够血啊佢，等先补充最大兵力、锁匙魔力、升级装备，咦？睇先，算是我的师妹，不过她柔弱爱哭，还很烦，真是麻烦的家伙。全体升级兵力恢复。OK，呢个得七血啫，七血佢点样再升啊？睇下先，佢咪有得加血啊？我呢个咯，有加血嘅卡咯，我哋买一买卡先咯，又系魔法店、道具店。好，唔系呢个，魔法店先啱。魔法店，先，魔杖我觉得要买多啲啦，就算你做防御或者攻方都系要买，防御更加要买添啦，唔使问。好，咁啊之后我哋先 save 先啦，哇哇地，因为太难，我惊难打得滞。好，开波，我直接打呢个莉莉。哎，冇得用啊呢啲，咁啊食招啦，呢啲冇得用，咁点打？佢密攻就低啲，咁我哋梗系一密攻双法师，哇！见到呢班友真系觉得已经好废，我哋放啲方块啦，方块嘅魔杖，然之后就治愈，OK，出击，望一望啦，点样先？啊，咦，佢都一只就八千兵力啊，攞命啊！唔紧要啊，我哋应该有啲机会嘅都，哇，打咗800几，7000啊近，一嘢打死咗，回翻啲兵力先系嘛，回翻啲血啊！回翻啲兵力咁都好啲，好扰乱佢，降低佢嘅防御，8000血喎，点打啊？等一阵啊，我想 set 翻只狗先，只狗弱智啱，咁样应该好啲。啊，先啊，呢度扰乱佢啦，再最衰啲魔杖唔识打人啊，如果识打人应该好正。控咩啊？投剑放水攻击对敌人造成投剑啦，哇打唔入喎，点搞啊？零伤喎，我呢度冇打住，睇下过一日我哋可唔可以用主角先，因为用主角先打赢，我觉得头先嗰一关，临时征收咯，我哋嚟个征收一下，好，符合军备用品。得到呢黑桃二卡牌嚟嘅，呢度系好啦。咁我哋已经到达黄昏，开始有剧情啦。嗰边都，好啦。嗰只狗都系我整走佢先，因为我发现咧，我讲嘢咧，佢都唔系好喐到。我先整走佢先啦。好啦，咁我费事，我迟啲再搞一搞呢个。好，呢个嘅登里领地咧，位于世界最东端，以制造人偶文明。佢嘅部下全部都系人偶，哇，好正喎，南瓜人。从来冇下人，只有自己人啊！等你大人，天气好好，系啊，
透过窗见到嘅天空咧覆盖住厚厚嘅云，但系咧对天空毫无兴趣，只系不断回应人流、晚饭、钓鱼、全身。嗯，好期待。喺附近水源咧系绝对冇人钓到钓鱼，根本唔在意，佢只系肯定一般人睇嚟咧系好异常，但系呢一个系佢嘅日常。点都估唔到呢个日常会被一个包裹改变。嗯？诶，到我开波啦噃。先 ，mana。怎样知道我几时打得，几时唔打得啊？其实，我觉得如果爱丽丝出场应该打得赢，头先我抢。但如果出冇爱丽丝话，应该输。前往城镇。魔法店到嘅酒馆，黑桃五喎，望一望先。好啊，饮咗好多喎，同梅吉两人一齐95 mana，95？你饮太多啊，要开酒嘅家姐嚟喎，仲有好多剩添，考虑剩低部分差唔多就呢个价啦。嗯，做咩啊？话时话点解呢个 mana 块系而家嘅货币？哦，仲系魔女做嘅，所以先成为货币。我如果可以做啊，早就变成富翁啦。你本来唔系咩？我如果有钱，点会嚟呢度啊？你话咩话？据说咧 ，mana 变成呢个货币系几百年前战争定落嚟嘅。mana 结晶一般系浓缩喺世界树树叶嘅精华，或者通过精炼从矿山刮出嚟，高浓度嘅 mana 石而嚟嘅。学到啦，店长姑且唔论家姐你应该学过冇，但系我走咗堂啦，当时喺你侧边啊。以前 mana 结晶会用嚟俾军队作为魔力嘅补给源，但后嚟咧比起 mana 食物更加稀少，饲料大多是系分配俾唔可以使用魔法嘅人类中心部队。所以魔法部队同埋慈善部队开始交换食料同埋 mana 结晶，然后咧就作为货币使用。以前应该都有货币噶，系啊，以前咧就系用呢个铜、银、金币三种嘅货币制度，咁样方便啲。mana 结晶虽然轻，但好容易泄露，即系咩啊？即系好容易跌咗啦。听讲系战争时期用嚟做大炮，金属唔够，大多数货币都俾人咧整成兵器。呢、这个国家曾经使用嘅货币大多数都系100%纯度，所以好容易就可以转化成武器。我哋而家可以再换翻金属嘅货币，但系 mana 结晶系任何领地都用嘅共同，只要我哋更改恐怕会出问题。如果准备交换处，仲有可能，但系领地根本没有金属材料。作为开店嘅我咧，每日都要带住大量 mana 结晶包袱，实在有啲攰。如果系金属货币，就可以放入金库。用纸币如纸系做唔掂啊，用唔到嚟做钱嘅，就好似兑换券一样，如果有换到嘅钱，应该好方便。用特殊嘅纸保证唔可以随便覆盖、复制呢啲咧。并且保证全世界覆盖嘅只有一个地方，等领主嚟控制话唔定嘅。呢事等我哋翻去再考虑下啦。OK， OK， 咁我搞掂啦，绝不会再提钱。搞掂，经验值同埋黑桃 V 入手。升得咧未啊？咁升得啦，全体升级术。OK， 系咪可以再？哎，冇咯，咁即系一定要收嘢啦。好，咁啊，收边度咧？临时即收呢度啦，领住呢个位啊。OK， 我得 X mana， 咩嚟噶呢个？获得呢个梅花一。好，今日过。咦，而家夜晚有冇剧情？有。呢个系嗰个莉莉啊。你哋今日咧喺地下研究室发出叽叽叽叽嘅声，喺度进行啲奇怪嘅事。放住人类手上魔塔嘅手，同埋呢个浸住福尔马林嘅眼球，周围都放住害怕嘅东西。中央嘅圆桌咧混合住奇怪液体，紫色嘅烟雾咧，房间入面充斥住臭鸡蛋嘅味道。莉莉弟子米界侧边不停打扫。呢个放呢度，可唔可以唔好周围放啊？你度放一放就会变成僵尸嘅。一个僵尸用你打开门走入嚟，大祸啦主人！咩事咁嘈啊？晚饭太早啦嘛，唔会系报告小姑娘带兵冲过嚟打我打妖嘅时间？哇！之魔女爱丽丝公恩过嚟啊！个小姑娘冇理啊，开始嚣张啦。除咗我以外，仲有其他魔女。啱啱开始嘅猎鹰魔女同你冇关，正我需要才就俾你知道打妖有咩结果。将米戒指都戴上啦，我想见下其他魔女。你唔会啦，我要杀咗佢。你系想同尸体做朋友啊？唉，带你去啦，就喺我改变主意之前好好打扫。OK，
冇错，我哋要攻打利利。好，我哋已经过咗第二日，我哋就睇下可唔可以用。冇理由唔用得系嘛？过一日咯，休息完啊，开波。有啦，奥利斯死紧啊！你又同你讲 ，OK， 就呢一队双治愈，跟住你个呢啲咩嘅啊？行动力推后一格咯，呢个应该神技嚟嘅，推后一格，我觉得对敌方造成伤害。呢啲魔法技就有用啊，居合透明，亦都唔知边啲魔法，边啲系密攻哦。震动波啦、啊，這个震荡波，呢啲牌冇问题 ，Go。唔使摸最好得啦，打一隻咁啊，歌诗搭踢舞，踢踏舞啊，唔好意思，哇，二百几打咗，都唔系好多啫，好在系啊，顶多咪打五百，回血，好嚟啦，幸运头巾阻止对方一次攻击，圣语，吓、啊、扣得零伤，唔系啊嘛，点解啊？佢唔系法攻嚟嘅咩？古墓喎、啊，破坏光线啊！扣到158，哇！呢场硬仗嚟嘅真系，你睇33，不是吧？搭踢舞增加100%机动力。咁即系点啊？即系呢度向前咁唔使啦。哇，好渣喎、啊！哇！我仲要俾人打翻转头，唔系啊？佢反伤定咩啊？呢只嘢527打唔赢喎，一定哇，直接死埋奥利斯，黐线嘅真系。震动波啊！哇，好劲喎，黐线点打呢只？死咗咯，已经系运头巾用紧啊！点样阻止对方开始攻击？我唔系好明白。哇，冇可能打赢，绝对冇可能打赢呢只。嚟咯波。两张治愈，一张治愈牌。应该唔使用血盾啦，系嘛？冇理由三个都系法师噶嘛？因为咁咯，哈斯咁咯，但好似好渣喎呢个，哈斯唔知有屁用，呢个哈斯好似有屁用，咁只照够小黑梅吉咁上啦，系咯 ，OK 嚟啦，利利军8000兵力，超难打哦呢条友，好，首先我哋嚟个增加100%机动力，点样增加法呢度？都冇增加到嘅应该，好扰乱佢。我又打咗我小黑啦，好，发动技能回血，下先呢个梅吉我哋直接打落去啦，27，系佢自己加机动啊，唔系话小黑，有咩特别之处加机动？我想知道，激励全军加50%攻击力，咁加计唔计魔法呢？我都唔知道其实。哎，409，但系要打持久战、哦，要打持久战先得、哦，又唔可以踢俾人呢、啊這个，增加自己军队100%机动力，打落去，我仲要扣翻血啊，大佬，咁真系唔可小黑系唔可以打人嘅，一打人就会俾人反伤又成，45咧唔怪之得啦。我都冇留意佢个 level 添，死埋回血。咁倒不如用一啲技能好过啦，小黑。啊先，依家边个用啊？依家小黑啊，踢弹舞。哦，跟住就插咗喺呢一度。咁你头先见到啦，机动性嗰 part， 阻止对方一次攻击。都唔知道有咩用，其实真系阻止对方一次攻击系点样玩法呢、這个好，跟住我哋用奥利斯用呢、這个，其实奥利斯应该用古墓，好似再用破坏光线，我试下。佢全队古墓喎，
但我唔需要全队鼓舞啊，小黑再踢弹幕先。哎呀，差啲可以爬佢头啦，唔紧要啊，应该死嘅小黑。诶、欸，仲顶到一下、啊、，good 喎、啊，唔紧要啊，小黑个人未死，我哋仲可以继续嘅。呢度我哋如果可以踢俾其他人就好啦，呢度真系再踢。诶、欸，完结啦！啊，系佢、啊、有分回合噶、啊，咁冇得打持久战嘛，定咁即系获得经验值。收档。我哋获得了 X 玛拿。嗯，我都要黑图人。我哋试下打一场啦呢边。啊，试下打一场啦，打阿仙啊！领地方面，其实我谂咧。打呢边会好啲嘅，因为你见到呢一度咧已经系冇路行啦。咁但系呢一度如果打咗呢边攻过嚟都比较麻烦。而我哋战力咧，到时如果攻打完最后一个或者呢一度咧，咁如果呢边打过嚟嘅话咧，我战力唔够打嘅会。咁所以我打上面先决定。再都系嗰句啦，打呢战略 game 一定要 safe， 如果唔 safe 就好大镬嘅。开波，开嚟见我啦。嗯，做咩啊？有剧情喎。报告。哇！之魔女爱丽丝似乎要向我军进攻喎、啊。去皮洛镇啦，艾斯镇征兵。喺各城留下最低线嘅兵力，其他全部集结喺夏贝特。你摆喺一度，估唔到会突然攻过嚟。你都翻到自己嘅领地做下军备，唔知几时打落嚟。好，信好啊，送好佢啦，即刻翻嚟要望啦。OK， 决断非常快，哇大镬咯，好似好难打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应该左手面易打啲，强在佢嘅指挥力、啊，佢哋嘅军队系咯，睇嚟左手面我易打啲应该。进攻，奇袭好成功啊，小黑。哦，士兵已经登上城啦，开始咧，先，這个陷落只系时间问题。事实上呢个试点咧只有500嘅士兵，但系以奥利斯统领嘅有5000之多，陷落都系时间问题。而巴洛斯速度咧已经攻陷咗啦。好，多谢你撑住，而家开始反击啦。好，因为佢到咗士气增加啦。要唔要睇睇啊？唔使，就算援军嚟咗都太迟啦。开门，将敌军杀个清光，正式开火。应该系有啲难打喎呢场。仲有我唔知佢咩战力，但我哋照旧都系小黑摆头咁啦，最强阵容。跟住因为我哋系攻方，所以一定要用晒所有攻击嘅技能啦。系啦，居合呢啲留低先啦，火箭术呢啲咯，或者留一个回血啦，咁啊。哇，好渣啦！对比头先嗰个，真系小巫见大巫啊。OK， 打我零伤，太渣啦，实在。扰乱我降做咩啊？上升魔功冇睇错啊！万箭齐放，你讲嗯，其实唔应该打呢、這个，应该打一个输出先，打输出呢啲咁嘅嘢都唔使捉啦，系嘛？咁嘅衰样，火箭术啊，咁都争啲。咦，触发咗两次喎，触发咗两次火箭术，火球术呢只杀咗佢啦，两下打爆你啦。嗯，搞掂一件，敌军撤退了，战斗胜利啦。嗯，我谂下点啦。撤退啊！呢次回艾斯，我交翻我两三次就走。我妈系冰之魔女战场咧，预测够快，准备温泉魔兵力。呢度主要嘅目的可能系救出城内嘅残党。OK， 进军，你退我进。OK， 都唔系话太难打啫啦，但系右手面嗰边就真系难打啦。冇事，失礼啦。之前嘅你记住我名啦，嗯、啊，毕竟系救命恩人，可唔可以俾我哋咧单独留得？哦，真系失礼，一阵再见奥利维亚大人。
佢知之后咧好咗好多，差唔多可以企起身。但系出面嘅仗好危险，所以咧我俾佢喺战争结束之前都喺我呢度。你嘅面都有啲红，冇啲咩事。好，系啊，嗯，应该升得 level 啊，升得啦。疯狂性打埋呢个冰之魔女，我哋就即刻去打呢个莉莉。临时征收有冇剧情啊？喺度睇下有冇剧情，冇冇剧情咁，我哋可以先去啲诶，揿错掣，我谂住去魔去道具店睇下有冇新嘢。哦，敌人嘅回合喎，呢个系俾人打 ，shit！俾人打啊！三只魔像咧，仲使谂，仲使谂三只魔像咧，梗系黐线。跟住一个就呢个啦，普林吉出击，全魔像队，你仲打得入我15回合？低能啦，9000多血，系咁插啲魔像入去，睇下你点赢先。防御术 ，OK。跟住啲唔使问，梗系扰乱佢啦。其实魔像应该唔系咁用，好似用嚟赶人哋防御攻，再配合呢个人哋攻，再配合我方嘅输出员。我谂，不过我哋试下睇下防御方用魔像嘅效果如何先。好啦，太渣太渣，做咩啊？有钢防。我先魔法盾啊，梗系进攻啦，仲想谂进攻？哎呀，争少少杀得死，争6个兵力，哇，600多嘢烧，黐线嘅，哇，争啲死埋，争一滴血。啊先，放水攻击，呢度唔使问，应该投剑啦，投剑啦，捉佢翻嚟先。唉，既然系咁。啊，系啊，魔杖可以系咁捉人翻去。我、啊、撤军，打到我只普林急紧样，你竟然撤军，真系好嘅。哇，呢边又打过嚟，哎呀，食招啦，就系呢个情况啦。依家两边都打落嚟。一魔杖一回血一个打麻将系咩话？使我方提升攻击力，召唤女巫呢、這个唔好住，我谂应该系神嘢嚟嘅，我哋唔好搞。输出系99、98呢个啦，姜出发，全部都系呢啲士兵样，做嘛？加工啊！阿先啊，我哋直接开佢波啦，投剑，哇废到啊，废到咧，不能再废，简直。力砌呢个咪力砌，应该系力砌集合、哦，提升我方防御力，唔使啦。投剑，诶唔错，减咗防之后，睇嚟降防呢、這个魔杖嘅降防嘅技能应该都好有用啊。咦，佢打唔入、哦，点解有时会打唔入我嘅？系咪因为加咗魔防嘅关系咧？唔系、哦，佢都系有8% 增加、哦，即系有加8% 嘅魔防、哦、火球。喂、哎，靓波，杀得死一个。咪走啊你！我要捉你噶。咦，睇嚟佢未走住啊。好，我哋直接打埋后面嗰、那个80。可能好大程度上关嗰个咩事啊？搞掂！我谂每一场嘅防御战一定要有一只魔杖嚟捉人。如果你想。即系想捉多只或者点样咧，大啲几率捉咧，可能要放2只魔杖。好啦，点解会咁？吕莎莉亚揾到啦，唔好再做傻事啦，快啲投降啦！我唔会攞你哋命嘅，唔制，我哋仲未输嘅，而且我哋都有王牌。你哋唔投降，我就要用啲武力嘅，唔好有怨言。佢哋两个用咗蛋教，即系之前讲过。直播时候讲过嘅一个剧情啊，系啦，佢系咩同一个师傅嘅棋啊，即系我哋嘅女主角啦，
同一个师傅，但系女主角就唔知道有呢个人，但系呢个人就好鬼劲嘅，你睇下佢啲兵力个样几劲，你睇下呢一个靓仔，笑死佢啦！嗱，千四一四八七，佢呢个系一四八七系文字攻击，一世八痴，哇！时间完结，好。我哋又系咪又可以攞经验值啊？冇经验值攞咯，但系唔紧要，我哋呢度有得加系嘛？有啦，有啲得加。啲兵力又唔够，又要恢复兵力咧。我谂呢个一定要加啦，兵力需要 mana 9299，梗系唔好啦，都唔系有啲成日用。呢、這个咪叛军，呢、這个咪不认识下一个，看起来真口心。OK。不认识下一个，不知道下一次沙咧最高呢、這个就可以升到无限嘅。OK， 好，今次时间，今次呢个 game 嚟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次再玩啦，几有趣嘅一只战略 game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